你好，是我筆記度。今日比較緊急，而我這個 title 叫做二分一世紀世界大變局。咁當然啦，昨晚喺呢個烏茲別克，中俄嘅領袖普京同埋我哋習近平主席咧，就大家見面。普京咁講嘅，普京係讚揚習近平喺中俄在烏克蘭問題上邊嘅回調，譴責美國喺台海嘅挑釁。其實在9月15日之後，我要告訴大家，世界一分為二，比我預計的還要再早，所謂二分一世界大變局。聽我不基督說，這個是事實，不會逆轉，繼續下去。所以大家在你們尋找你們的投資價值的時候，一定要找到一些我們見到的事實。見到的事實是什麼？喂，已經有船艦在他們未見面的時間已經一起在太平洋巡邏。這個是自去年10月2021年10月的時候再次有這個情況，除了軍演以外，這個是巡邏，即是說他有責任在他自己認為的領海上面有疫，這個會一定造成了地區的穩定出現一些變化，不理是一個好變化一個壞變化都會出現變化。我們聽聽看看他們兩個的內容。俄羅斯的總統普丁在15號出了 announcement 的，就是這麼說，稱讚習近平在烏克蘭的衝突上面的立場平衡，並抨擊美國在台灣問題上面的頻繁挑釁。普丁說，我們堅守了一個中國原則，這個呢對習近平來說是非常重要的，我們主席很重視一個原則，這個原則就是全世界只有一個中國。譴責美國及其衛星盟邦在台灣海峽的挑釁行動。中俄領袖呢這次會面呢是在今年2月的首度會面，他們出席了烏茲別克這個上合組織的峰會的時間呢就大家見面。這個特別軍事行動首次會面之後呢，中國從來未譴責過俄羅斯在烏克蘭的行動，並且對克里姆林宮講的說話一樣是不願意稱為入侵，是特別軍事行動。因此普京讚許習近平在烏克蘭戰爭上面的立場平衡，但他說可以理解北京對這場衝突總有些疑問和擔心，所以對中國朋友在烏克蘭發生危機的時候採取的平衡的立場，我們是給予高度讚賞，我們理解你們對這個疑問和擔憂，我們今天會面，我們好好解釋我們的立場。而習近平的回應就是說，稱普丁是老朋友，面對世界的變化，中國願意與俄羅斯合作，扮演領導角色，展現大國責任，為動亂的世界注入穩定的正面能量。嗱，這個就是他的內心深處注入了一個能量，所以世界會由一個世界變成二分一世界的大變局了。普京並表示2022年俄中貿易突破了歷史新高，未來將突破2000億美元。咁即是簡單地講，未來中國會向俄羅斯買2000億以上嘅產品啦，最重要一定係能源啦。普京話同
習近平將進一步討論擴大貿易和經濟合作，重啟並加強因疫情而中斷的人道交流。俄國對烏克蘭的發生戰爭，引發俄國和西方國家自冷戰以來的最大衝突，但是今次呢，就多了中國在這個衝突的後期表達一個同盟的關係，世界真的已經改變，這個事實已經出現，所以這個是非常緊急的報導，希望大家留意二分一世界大變局。多謝各位。